此面口感香脆味浓，加上蒜苗的香上加香。蚝油双面黄炒面的做法步骤：一、蛋面；二、将蛋面焯好，过冷河；三、咽下锅，不粘锅套芯，炒几下，放少少盐或生抽，再加少少油煎成大饼状，两边翻，煎至焦黄。四、倒入盆中。五、将蒜苗最好是韭黄下锅烧炒汁，不用太熟，铺在面地上面，巧窍门。过冷前注面不要过熟。